好，来看小伙第二个问题。我喜欢比较强势一点的女生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管住我。我还希望以后我的媳妇儿管钱，因为我花钱比较大手大脚，所以媳妇儿管钱的话能攒住钱，但是千万别像王嫂那么抠。我这个人异性缘特别好，而且还很会逗女孩开心，所以我有一些女闺蜜啥的，因此我能接受你有男闺蜜。我是一个超级大暖男，跟我在一起可以享受以下特权：不管我多晚下班，只要你想吃啥我都会给你做。即使走在大街上，只要你鞋带开了我都会蹲下给你系。平时我还会给你剪手指甲脚指甲，就连内衣内裤我也会给你洗，只要你愿意我就对你好，而且无限期。我不能接受抽烟喝酒说脏话的女生，单亲的也不可以，婚后回农村的也不行，最好是能在长春生活的。我喜欢有气质的女生，像明星马伊琍、孙俪、小甜甜的，尤其是小甜甜，我觉得她说话的声音特别好听，就叫年糕哥哥。婚后我打算自己做一些小买卖，你愿意和我一起打拼吗？十号周哥，从上台我就，就感觉还行，挺好的。完了，然后周哥挺得意的。然后你刚才短片说就喜欢小甜甜那样的，会撒娇的，说话甜甜，但我就不是那样的。但是我也有说一点呢，我也喜欢比较强势的。但是你这喜欢的这两点，撒娇的、强势的，就是强势可以，但是也要会撒娇，是不是？对呀。啊，你已经让他看到了你的强势一面，但你得让他看到你温柔撒娇那一面。你撒撒娇，你让他感觉一下。来，我怕撒完了我自己都觉得恶心。不能。可以展示一下，让我看看吗？你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。干啥去了？没事啊。你干啥呢？这不往家走呢吗？我想去溜达，咱俩溜达溜达呗。我不想去啊。那咋不想去呢？哎，今天上班特别累。撒娇。哎呀，咋不要去呢？哎呦，撒娇啊，撒娇。哎，来，那你就跟我去呗。但我寻思他真实中不可能会这样。一点都不，我是，那我要犯个错误，假如说在一起牵手，天天你不得大嘴巴大皮鞭的呀？我玩晕耐了。我得让你感受感受啥是温柔。来，九号，那个你要去逛街，来，那个小伙不让去，来。欧巴，我现在想去逛街，你有时间吗？没有啊，不行啊。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我等你一会儿也行。你还是自己去找别人先逛吧。我就想和你一起去逛。你看我这边工作这么忙，怎么跟你去啊？我可以等你忙完了之后，不然我们一起吃晚饭也行啊。吃晚饭行，但逛街的话应该是没有时间。那就不逛街了，等你下班以后我们一起吃个饭吧，我特别特别想你，真的。行，那就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。好的，我等你，亲爱的。好，欧巴。哎呀，周哥啥感觉？周哥，我都不会了，两个频道的呀，岔道了啊，不行，受不了啊！我让你看看，女人也是要有这一面的。其实我也可温柔了呢，燕子姐，你别跟我温柔啊！可温柔了，你得跟男人温柔啊！你会卖萌吗？啊？你会卖萌吗？那个咋个卖萌法呀？你自拍有卖萌照片不？有啊。你卖个萌。你是要展示肌肉吗？自拍吗？啊，这个手机不是你，不是你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卖萌的那个动作，来，卖萌的。我一般总是侧脸。啊，卖萌，就完了。太可爱的真不是。那刘韵子卖萌的。卖萌的。嗯，可爱的。妈呀！真能看出来是两种风格。是两种风格是吧？啊，对。小甜甜，你给周哥展示一下你的温柔，你跟刘韵子的温柔还不一样。来，也是逛街。宝宝，我相中一款衣服，可好看了。你家不就卖衣服的吗？
相中的是女装，难道你想让我穿男装啊？行，多少钱啥价到时候你打听好进价啊。不是啦，我一个人很孤独很无聊的，我就想找个人陪我一起去。哎呦天，那你就直接说呗，你就说让我跟你逛街去呗，是不是就这意思啊？那你去还是不去啊？等我忙完的好不好？忙完的都下班了。重庆路开门。那我今天就想穿。行行，没问题，行。行行行。周哥，啥感觉？周哥，不会了，我无语了，整死我得了。周哥有没有感觉，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对男人更有效果？有柔有刚呗。就是在外边咋地都行，回家温柔就行呗，还用我稀罕我家老爷们儿用当外人面吗？我有我自己的稀罕方式，不能告诉你们。周哥的意思就是关起门来会温柔，是不是？老会了。女人的本能并没丢。对，我们信你，周哥。你信你自己吗？信。说的自信点啊。哎呀，灯一灭了之后，台下的观众就有点啊，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，怎么16盏灯都灭了？六号塔晶，我就觉着他是奔着我甜甜姐来的，我就灭了。哦，是因为这个。接下来，16盏灯都灭了，爱咋咋地的环节，反转。必须的，因为我是当兵的，我必须得有这个特点。好。选择意中人还是选择刚才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感觉很好的姑娘？选择4号。4号小甜甜，来，掌声有请。你看，我跟老王一直在感慨吧，从上期到这一期，16姐和小甜甜的春天来了。野百合也有春天吗？她能在录节目之前特地到你们家去买衣服，我觉得这一举动其实已经暗示很多的意思了。你是在黑水路附近吗？对。在哪里？就在你店的对面住。盛世华庭。对。你是特地在那儿租的房子吗？难道这个吧，是家里有没有买望远镜？没有，我站在我家楼上就能看到你。天哪。我送小伙一句话，我在黑水路头，你在黑水路尾，虽然没见过君，共享黑水路都。那好，既然把小甜甜都已经叫出来了，接下来现场就交给你了。好，谢谢。我知道有可能我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一定会给你想要的。我只想说，通过接触，通过谈话对话，我觉得你适合做我的女朋友，也适合替我管钱。然后呢，也是有很多男嘉宾会觉得你的声音很难听，会是让你受到很多打击。我希望你对自己一定要自信，因为每个人的风格是不同的，你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信心。也希望呢，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能勇敢地站在这儿，我就没有后悔，能把你请出来我更不后悔。希望你能跟我走。其实吧，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莫过于拒绝别人，因为不管从任何角度上来讲都是一种伤害。不喜欢一个人有很多理由，喜欢一个人没有任何的理由。我不想去编造一些无谓的理由，不好意思。我想唱一段歌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
余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鸟也不可惜。